看焖锅龙卷风。今天我们来到饶河观光夜市，在炎炎的夏日，来一杯冰凉的果汁是最舒服了，不用担心塑化剂，更不用担心这些化学原料。但是我们现在喝的果汁可能也不安全了，究竟暗藏什么样的危机呢？我们今天请到名嘴界的果汁达人许胜梅来跟我们聊聊，欢迎。这圣梅这么优美的歌声啊，那么跟我们聊聊，究竟夜市的现打果汁暗藏什么样的一个危机？是，谢谢立刚。今天的其实圣梅呢要跟立刚直接来直击夜市的内幕，因为听说呢就有媒体爆料啊，居然有不孝的果汁的业者呢在打果汁的时候加入了自来水，加入自来水，是，而且被踢爆过后呢，他们还声称那是所谓的过滤水，而且接着呢我就拿这个水呢去做了这个化验，发现里面的生菌数呢比打果水高6倍，六倍啊！就是说你在喝西瓜汁和木瓜牛奶的时候，就像是在喝粪水，太过分了，粪水还卖钱，那这跟喝马桶水有什么差别呢？当然有差别了，因为你喝的是甜甜的。那我不喜欢，我喜欢喝无糖的。啊，立刚你在减肥吗？不是，我扯远了。是，因为他加了甜甜的马桶水之后，我们也喝不出来了。这是最可怕的地方。是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到夜市，实际的去考察看看，看看这个现打果汁它的制作流程是不是这么样不卫生。快，我们快去看有没有不良品。有一家果汁店，我们进去问一下老板，到底现在夜市的果汁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？看一下，这是姐姐的店，姐姐叫我姐姐，叫我姐姐。老板你好，你好。啊，老板，我想要请问一下，你们这个果汁这个水的来源是哪里？像果汁店的话，哈，一般你可以看到两个，就是它会有两个。那如果有一个比较细的那一个，那一个一定要经过过滤，那是过滤水，对，那个就是有经过过滤器出来的果汁。所以说我们的果汁就是一定要经过过滤水去制。是这样子，那你有没有听过其他的这个同业，他们是用这个自来水直接就打果汁了？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？有，我上次有在网络上有看到，就是说他们是直接加自来水。而且老板，我想问说，最近这个新闻有没有稍微影响到一些你们同业的生意呢？多少都会啦，就是说多少都会，像尤其像路中间的，但现在大家可能就会比较不敢喝，都搬到其中了。对，就是说会比较不敢喝，但是那你像我们是做15年的，所以说我们有主顾客，长期下来都知道说我们的品质，所以说我们比较没有影响。而且老板有两根嘛，对不对？有这个自来水的这一根，还有另外一根是过滤水。对啊。你为什么要笑得这么暧昧？老板的水的来源是非常可靠的。是没有点想歪了。好，所以老板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判断，教我观众朋友怎么判断我们这个果汁到底卫不卫生、安不安全？还有其他的方法吗？有，就是说基本上果汁的话，它在打，你可以看的话，尽量去看到它拿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看到它是新鲜的水果？就是说你要看它的。就是看它的水果是不是真的是用新鲜的在打，好像我们这种开放式的，每一杯在打你几乎都看得到。所以就是观众朋友，你在挑选果汁的时候，你眼睛要张大，对，要看一下到底水果是不是拿的那一颗。就像是如果我点西瓜汁，老板就会拿点西瓜过来，是这样就挺新鲜的，这样就是没有问题，没问题的。对，要张大眼睛看每一个流程。看是不是打开水龙头，如果打开水龙头直接装给你，你还是跟他买，那怎么办呢？只能怪自己贱了。太严重了，太严重了，不好意思，不能这样讲，我们太激动。那老板，你可不可以示范一杯？对，流程，这个流程，让我们看一下什么是最卫生的一个方式。哦，没有问题。新闻踢爆说呢，这个果汁业者呢有加入自来水，你们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有知道这新闻。那之后来夜市会不会不敢喝？不敢买了。夜市的现打果汁会看，会看，怎么样判断呢？怎么看？看他们的那个制作的一个流程吗？平常逛夜
是会买这个现打火丝吗？会吗？不太会。不要害羞。不太会。新闻报就不太会。哦，看过新闻。新闻。之前还没有这个新闻爆出来的时候，你是会买火丝的。我会。哦。所以你相信那个报道说里面那个自来水很香，是不是？一半一半吧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之后就不会买了吗？当然不会了。说这个有果汁也只是加自来水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而且里面呢有验出来有粪便的一个成分在里面。水啊，粪水的成分。马桶水还脏啊。他直接用自来水打开之后打果汁给你喝，有听过这样的新闻吗？没有。那现在听到之后会不会害怕？会不会不敢买夜市的现打果汁？会吗？不会，因为我很相信台湾的。真的吗？吃的，对，我觉得。你是哪里人？啊，内地的朋友。哦，所以觉得。放心，没有问题。对，我就是觉得还挺 OK 的，挺 OK 的。是的，经过呢今天的这个盛梅跟立刚亲自来 C 呀，亲自实地考察呢，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很有良心的业者。所以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以后到夜市要购买现打果汁的时候呢，要多看多比较，就能够避免买到那些不卫生的果汁。那也希望政府能够加强取缔啊，不要让一些老鼠屎坏了一锅粥，还是有很多优良的现打果汁。看看。是。闷锅龙卷风，我们下次见。